如何下载派币 App 大量挖派币，据说超越比特币。派币是斯坦福几个博士创业者开发的，下载注册验证后只需每天点一下挖矿，不需要其他额外操作，也不会耗费流量资源和手机大量的运算能力，是一个完全免费的。下面教大家如何开始你的挖矿之旅。苹果手机需要非大陆的 App Store 账号 allinredeer.cloud.com。 第二部分相关介绍，最近 App 更新出来了手机认证，虽然目前不强制认证，但是后续对于检验你是否是机器人或者是忘记密码后找回密码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花几分钟时间完成一下手机认证。第六步，点开短信发送按键，如图发送短信。